秋天胜旅行的频道，今天我们要去号称超高 CP 的健行步道军舰岩。那军舰岩的话，它可以坐捷运就可以到了，你只要坐捷运坐到石牌站，然后再走将近大概10分钟就可以到军舰岩的登山口。现在要在台湾看到有这种古典音乐比较少见了，这种传统的。是星期天，所以我就安排了一天的爬山的行程。那我现在人在石牌的捷运站附近。哦，我走到了，太快了吧！哎，好像这边呢。哇，不知不觉我就走到了，不到10分钟。所以看到要看到什么呢？反正就是这个路口，然后转进来，然后这边应该就是阳明大学。然后这边就会看到军舰岩的青山步道。刚问了警卫大哥，他就说就沿着这个旁边的这个红石砖一直走就可以到了。然后所以我们进来了阳明大学。三叉路口应该不是往山洞那边走，应该是往上面走。其实旁边这边还蛮多登山客，就是一起来运动的，一起来爬山的人，就跟着爬山的人走就好了。只是在石牌那边，然后我刚刚应该是走针织路这边，就是往前走一号出口往前走，然后这样往上走上来。那我有看一下，就是健行笔记有人分享啊，或是其他部落格有人分享说，如果假设时间爬长一点的话，好像是从下一个捷运站，就是七里岸站嘛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奇岩山上来，然后会可以跟丹凤山一起爬，丹凤山跟军舰岩一个 O 型的路线，如果时间比较多的话。走没有10分钟就可以看到风景了，很漂亮，先不给你们看，上去一点再给你们看，好像你们看到，算了，反正好漂亮啊。感觉那边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步道来的，是我刚刚说走的那个凤丹山嘛，还丹凤山，忘了。然后这样绕过来的，那边有个凉亭，大学亭，感觉没有那么累，又继续走好了。已经很期待，想要赶快上去，就不休息了。风景超美，对啊，真的很漂亮，而且是360度，哎，对，可以拍环境，对，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地方可以，它会被挡住，而且很简单就可以上来了，没错，对，它不用很累，因为我第一次来，然后它让我意外的怎么那么快，阳明大学的那个，哎，对，哦，有点感觉有点快，感觉还没有就是过瘾到，然后就已经到了。对，哇，你看到整个北投的，这边北投嘛，哈，北投的市区，漂亮。然后那边应该是阳明山大学的那个篮球场，阳明大学那边，阳明文化大学在那里，文化大学是那个，对，哦，啊，所以那个是阳明大学嘛，那应该是阳明大学的球场。啊，风景好漂亮，今天还好没有很热，有云层，对对对，没有很热，还 OK。对，今天还 OK。你常来爬吗？就六日有空就来玩玩。对，好棒啊，这个这边风景漂亮，军舰岩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有了。哦，好厉害！今天汽车如果这边加上 GoPro 的话，我觉得那个视角应该很酷。这边一个台北市的山，算三角点，就只是一个481。
还是要小心，它的布鞋可能会滑，它这个好像有点像是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盐啦，反正就是沙沙的。你看这样子磨到磨，有点像那个女黄头那种感觉，它会感觉会越磨越小，越磨越小，所以这可能会逐渐可能也会变低吧，因为感觉上来就是沙沙的。然后它的纹路很漂亮，你看，它这个纹路很漂亮，很像那个美国大峡谷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上来的时候鞋子如果比较滑，要注意一下哦。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现在健行笔记跟教育部体育署他们有举办一个活动，从8月1号到10月底全国登山日的这个主题为导向，他们举办了5个系列的活动，目前有3个活动它已经开始了，从8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。其中一个它是除垃者联盟，是垃圾的垃，主题是万人进山活动，它主要就是在这3个月内希望可以除掉10000个垃圾。那它的游戏规则就是在全台湾总共有135条的步道，那你在这个步道上面，只要它有分2个组别，一个是个人组，一个是团体组，那你只要在步道上面去捡一个垃圾，然后呢拍照上传到他们的官网，然后去把照片上传，经过他们官方的2至3天的审核，那你就可以有机会有那个抽奖的资格。那抽奖的奖项其实还蛮丰富的，它的头奖它的奖品有瑞典的 Hogloves 的环保外套，还有所罗门的鞋子、 Gregory 的背包等等，奖项总价值超过300000。那我今天是今天是8月5号。那我现在看他光目前参加人数只有2个人，对，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参与这个活动。然后如果你135个全台湾，你到外岛都有，中南部它都有，然后外岛的步道也有。那你只要上传审核成功，你的中奖几率就会越高。然后如果假设你有看到很多垃圾，那你就是带一个环保袋，或是像我有带一个袋子来。你就把垃圾带下山，帮忙可以爱护这个地球。人是在军舰岩算是有在这个步道里面，在这135个步道里面。那如果你有看到，你看我这边就有看到又有烟蒂了，这样烟蒂状不太好。这边把烟蒂给点起来，所以因为山上你知道没办法去解决这些我们从地下带上来的垃圾，没办法去把它解决掉，所以我们把它带下山，正常的把它处理掉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如果就算你自己有带上山的话，不要把这些垃圾遗留在山上面，对，把它带下来。哇，好多人啊，又来了，下面又来了一票。如果你对于进山呢有任何的问题呢，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，或者是我会在详细的资讯栏放上了健行笔记的官网，那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详细的活动内容，记得去进山哦。